第十三题，人造卫星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为 F1， 地球与人造卫星之间的万有引力为 F2， 则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人造卫星或者是月球，它绕地球在运转的时候所需要的向心力，就是人造卫星或者月球与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。所以在这里，万有引力就是当作向心力之用，向心力就是万有引力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呢，要选的是 C，F1 等于 F2， 我们的所需的向心力就是我们之间的万有引力。